这个部分哦，然后另外的话，顺便讲一下，因为蛮多同学遇到状况，就是说这个环境哦，可能这边可以放大了，有没有？这边可以缩小，但有的时候有的同学啊，就是放大缩小，或者是说不小心怎么样，把这个环境的某些东西关闭，像这个什么 console 哦，关掉了。啊，我建议各位啊，以后可以知道，其实关掉没关系，你可以 console 不见的话，可以从 Windows 里面有个 Show View 哦。 Show View 里面就有 Console 了 ，OK 哦，因为我蛮多同学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找不到 Console 了，有没有？好 ，OK， 你就可以把这个 Console 呢再把它叫出来，哦，可以把它放在这底下，这样就 OK 了哦。啊，另外的话呢，假如说你不小心连这个也关掉了，有没有？哦，这个关掉怎么办？你没关系啊，这个叫什么呢 ？Show View 里面也有啊，猜猜看哪一个比较像，有没有？ 叫 package 的 explore 有没有？拍，哎，是这个，我猜应该是这个，哎，有出来了，有没有？所以如果不小心哦，把它关掉的话，不用担心，在 Windows 里面 Show View 里面就会有你要的东西了，你就把它叫出来就 OK 了。哦，大概是这样，因为还蛮多同学遇到这种环境上的问题啦，哈，就视窗这个部分哈 ，OK。 那再来的话，其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再来就放大缩小了。如果你这个字太小，你就 Ctrl 键加上面的加号，不是右边的加号，有没有放大 ？Ctrl 减就缩小，有没有？这个都是还蛮常用的技巧。啊，另外的话，把前面加井字号有没有？其实就是啊，开跟关就 Ctrl 加斜线嘛。这个是关掉 ，Ctrl 加斜线是把它再加上去。啊，如果你整个都要注解的话。 有没有像底下这些全部注解啊？你可以选取 Ctrl 加斜线，斜线就是那个仓颉上面一个竹哦，有没有竹子的竹 ？Ctrl 加斜线，有没有 ？Ctrl 加斜线就是解开。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你怎么样？比如说你可能有好几种写法，那你不要把旧的删掉，因为你一删掉呢，你旧的你新的写法结果还是错，结果你旧的都删掉，你就回不去了。所以怎么办呢？先把程式先 Ctrl 加斜线，有没有？哎，这样就全部注解。 等到你确定你不要，你再删啦，要不然你就恢复的话，你可以什么 ？Ctrl 加斜线，这样又可以恢复了。OK， 这个是一些写 Python 程式的一些小技巧。OK， 如果这些技巧都 OK 的话，你应该写的还蛮顺利、蛮愉快的啦。OK 哈，好，那最后的话，当然哈，后面我会补充，就是说呢哈，我在那个这个下方有再补充一个，就是改为 VBA 的版本。 哦，不过我讲过了，我们重点是在 Python， 那 VBA 部分呢，我是仅供参考，所以呢，我要把程式放在这里啊、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要写一个，就是刚刚画回圈一样的版本的话，在这里；如果你要写一个 for 回圈的版本，写一模一样的在这里，所以其实有两个版本哦。那当然你可以跑跑看哦。我是建议你至少你要知道说，像这个程式给各位的话哈，你要知道怎么去执行它。 很简单嘛，一选取它按右复制，哦 ，Ctrl+C 哦，然后二的话呢，开启 Excel 里面有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程式就贴到这里啊，贴哪里呢？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哎，模组 Module 有没有？也是跟 Python 一样，把它贴上，贴到模组里面。啊，怎么 run 它呢？很简单，直接呢游标放在这个程式里面，按一个执行就可以了。 哦，啊，你会发现我 run 一次以后看一不一样呢？哎，请输入1到20之间，10好了 ，Enter， 哎，太低了有没有？太低，太低的话就15好，恭喜答对了，有没有？哎，两次就答对了，好，啊，你会发现哦，这有什么差别哦？最大差别是输入的话，那个东西叫 input box， 那输出的东西哦叫 message， 这个 message box 有没有 ？MSG box。 主要是输入跟输出不太一样啊，输出在 Python 是 print 啦，啊，可是因为在那个VBA 里面没有 print 的 console， 所以我们就拿那个 message box 来代替，哦，啊，其他的还有哪一些不一样？大概就是哪里呢？就是如果我要产生乱数的话，哦，在 Python 是用什么 random 点 random range， 但是在 VBA 里面呢，会用一个函数叫 rnd。 小刮胡，那这个 rnd 的话呢，它会帮你产生乱数，它最小是 0， 最大的话呢，哈
是小于 1， 也就是它是乱数产生一个0到那个什么了，0.99999不会是 1， 是小于 1。OK， 啊，如果我要把它变出是1到20的变数的这个乱数的话，那所以我先怎么后面有乘上20，乘上20的话呢，哈，哎，为什么乘上20？因为0乘上20多少？还是0嘛。 啊，如果 0.999乘上20的话呢，那就 19.999 嘛，也不会是20。那我外面再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叫 int 的一个函数 ，int 就是取整数，所以最后的话， 19.999 去掉小数点，舍弃掉的话，那就变成19，所以它就变 0到19，哎，所以它乱数范围就0到19。 啊，如果你把它加1呢，那变成1到20，有没有？所以这个就1到20，哦，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啦，OK 哈，所以也类似，但是观念不太一样。但是 random range 好像比较方便，这个好像很不方便。不过以后啦，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范本，反正后面的话，加1就是从哪个数字开始， 20的话就是到哪一个数字结束嘛，不也差不多啦。OK， 只是说你如果要彻底了解的话，那可以。 大概知道一下 RND 哦这个函数，那再来的话底下哦其实都一样，区有没有这个也一样，那只是说呢哈、哦，我们画回圈在 VBA 叫 do while，哦，然后还要多一个 loop。那另外的话 if 哈、哦，后面的话是一个冒号，可是那个在 VBA 里面是一个 then，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啦，只是说叫法不同而已哈、哦。那底下哎好像有重复的程，哎这个好像有重复的程式。 一样、哦，所以我把如果要把重复程式拿掉，怎么做呢？哎，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一下？有没有把这一行怎么样搬到那个 do while 后面？好，然后这一边就可以不需要一样的三行了。其实理论上应该也是一样的啦。OK， 哦，然后其他的话呢，就是else if，else 冒号。 哎，冒号这个好像不需要，这个好像 VBA 里面没有冒号这种东西，但是我加了它好像没出错。OK， 啊，另外的话呢 ，break 有没有在 Python 里面叫 break， 可是呢，在那个VBA 里面叫 exit do， 就是离开这个 do 回圈的哈，它叫 do 回，它不叫坏回圈，反正其实作用是一样的哈。 好，再把它跑一次，应该我改那个应该是也 OK 哦，逻辑上一样。10 Enter 太低，15 太高， 13 太高， 12 太高，那不就11了吗 ？Enter， 恭喜答对了，哎，那没问题哈、哦。所以其实呢，程式有些是相通的，你看像我刚刚这一行有没有，在 VBA 一样是多那一行。 OK， 啊，你如果把它精简的话，一样把它放在同一个位置嘛。啊，所以哦，其实像我不管是写 VBA 或写 Python， 其实我只要记得什么，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啦，那我一样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写不同的这个程式，哦，它也不会搞混，哦，所以要有过人的记忆力啊。不过呢，你说会不会常常搞混？很长啊，常常就是哎。 这边打一打怎么打成 Python， 这边打一打怎么打成 VBA 哦，尤其是精神不济的时候，常常就打错了。不过倒也还好啦，因为你习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哈，你就是多保留一些范本，有没有？因为你写来写去都固定那些基本的语法啊，比如做的事情差不多，那你就拿一个范本来用改，有没有？都已经有了，那你就比较相对也比较不容易犯错了。OK。 我只是分享一些经验，因为哦，真的要把程式写得好哦，真的要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努力耶，而且要很多很多晚上都睡不好觉。OK， 但是我当然不希望说你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过这么多的折磨之后才能够学会，那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放弃了。所以我只是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简单的经验啊。OK， 让你们可以以后。 写的比较愉快，所以啊，这段程式啊，可以试试看。啊，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啊，你可以怎么样把中间程式哦，滴的料重写，哎，写出来的话
表示你厉害了 ，OK。另外还有哈，下面还有一段哦，如果只要跑三次的话哦 ，OK， 就是底下这一段，我还有一个叫，就是 for 多一个 for， 不过这个好，这边好像也是有重复的程式，哦，这边大家自己再改一下，啊，给各位参考哦，也是一样把刚刚的 do while 注解哈，这边是单引号的哈，然后 for 回圈，你会发现啊，写法又不太一样，那边叫 for I in range。 这边就是 for i 等于一到多少，哦，啊、差异其实有一点啦，不过其实看久了，慢慢你就知道，哦，原来就这样改一下，其实Python 写得出来了，其实 VBA 写得出来了，只是说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特性。OK， 那你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就是哦，在 VBA 里面哦，它本身就会有一个 Excel。 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拿 Excel 来当资料库储存资料，并且可以把资料直接存取在这上面，可以直接抓，可以直接写，没有问题。但是 Python 没有这东西。OK 哦，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存取，用 Python 存取 Excel 哦，如果跟 VBA 比起来的话，那相对的哈，一定是差了一大截，有没有？有点像那个 Python 是外国人嘛。 你看，像疫情，现在谁要来也没办法来。像我们要出国哦，我们想出国也不敢出国。对，你一出国去就要被隔离14天，回来又要被隔离14天，那基本上就一个月去掉了嘛。对，而且你后面你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你被注记，你曾经出国过，对哈 ？OK， 就麻烦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啦，如果你简单的事情哦，你倒不如用 VBA 写写就算了。 有时候还比它更简单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那这边主要是补充说明，就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放在 VBA 里面该怎么处理 ，OK 哈。啊，建议啦哈，语言这种东西啊，你就是一个工具啦，所以如果你两边工具都能够熟练的话，哦，当然你就是找一个你方便处理的工具。 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是最好的啊！你不要只是说你只会单一种工具，那变成说以后哈，反而直接在VBA 里面处理就好，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变成你要绕一圈，又要从Python 做，然后又要去存取 Excel， 然后最后又要把资料又丢到 Excel， 那其实本来绕一大圈，不见得是好的写法，好的做法。OK，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你要找对。 那个工具的长处哦 ，OK 哈、哦，再加以应用啊、哦，不然的话，真的有时候反而哈、哦，不见得是这个对你在解决问题是好的哈、哦、，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哈、哦，稍微补充一下哈、哦。